大家好，我是李成运。那我的饮食习惯呢，就是我要吃多少，我才会叫多少。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来的，这样你才不会浪费食物。尤其是我们点套餐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有套餐的话，有哪一些食物你是吃不完的，那就不要点套餐咯，就单点就好了。所以呢，光盘行动绝对是你跟我都做得到的一项贴近自身的环保运动。一定要支持光盘行动，拒绝浪费。你好，我是李成运。